小阿伯，阿仔，今天晚上你们兄弟俩就好好享受了。谢大哥，谢大哥。站住！有什么事啊？把这两个女人给我放开！这两个女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啊！ 你们一群男生扛着两个酒醉女孩子，我怀疑你们在夜店里面捡尸体。如果发生什么事情，有谁可以负责？听你的语气，好像是警察吧？威一说啊，登记他们身份。是。凭什么？他们两个是自愿跟我们出来的。是吗？他们已经罪不省人事，根本就没办法判断。他们两个是我马子。 我带他回家，跟你报备吗？谁相信你的鬼话？身份证件，要不然通通给我回去。阿呆，把人给他。你给我站！真的要出来？警官啊，人都给你们了，还想怎样？拿出来！阿呆，出！ 可以走了。是。你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就这样。董事长。 今天你在煮红豆汤啊？对啊，我爸喜欢喝，我第一次煮，我都煮了4个多小时，不知道到底熟了没有。一定熟，下次不用这么费力，用电锅煮就不用在瓦斯炉前面等这么久啦。这几天跟我爸起了这么大的争执，想找机会好好跟他说对不起。能好好说就好好说。 毕竟我想跟我爸爸好好说个话，都还要去监狱。你随时都可以见到自己的父亲，要珍惜啊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跟朋友还有约，先出去了。好啊，等你回来哦。嗯。 已经请舒雅跟威力送他们回去了，明天再问问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现在是比较担心，如果客人继续要求跟他们喝酒的话，他们真的会出事。这我有想过。最经典里面没有外籍女子在进入，晴雯说阿贵那边只要有外籍女子想要进入夜店，他们就会拒绝他们进入，请他们到别间去。 会不会他们因为知道我们警方在夜店调查，所以才注意到这个事情啊？这方面我们多加揣测，毕竟事情跟子妍有关系。会不会是他跟龙兴国讲的，还是说在争执的时候不小心说了出来？所以你认为夜店的主事者有可能知道晴雯他们的身份？我觉得是从晴雯跟美方被带出去那一刻开始，因为他们是夜店里面的员工。
员工如果喝酒醉要被客人带走，老板应该没有理由不出面拒绝的吧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太危险了。我现在就要停止他所有的任务。至于紫燕，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泄露消息啊。我看我先把他调去做别的任务吧。其实如果用同理心去想的话，我想没有人有办法去真的自己的父亲。笑完了，有没有消息？我一直打给他，可是他都没有接。我在想说，是不是因为他怕龙兴国发现，所以把手机关静音？希望他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。可惜了，也不知道龙兴国要怎么处理你。你要是没有这么积极的接近我，也不会英年早逝了。王队才不让我出事，他才舍不得让他的部署出事。你不要嬉皮笑脸的，行动是很严肃的。好了，你放心了，我会保护自己的。行动都结束了，你出事我是可要负责的。两个都一样，固执、自以为是。难道长得像的人，个性也会一样吗？也不要再把我当成郭国基了，他是你的下属，我是你的长官。不用扶我，我没事。爸，怎么喝这么多啊？
不需要你关心。妈，连自己的爸爸都不相信，我还需要你关心什么？我没有不相信你，是我的长官们都在质疑我，我才会用这种态度跟你说话。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我想通了，反正你有正当职业，我就把我所有的财产卖一卖，搬到养老院去住，什么事都不要做，这样你的长官也就不用质疑你了。顺安，董事长跟谁喝酒？怎么喝成这样子？跟一位新来公司的肖律师。顺安，明天约一下肖律师，看一下我的财产怎么分配，有哪些弱势团体需要钱的，我们统统捐给他。妈，你喝多了，我扶你回房间。哎，你不用扶我。大小姐，我来吧。算了，我煮了红豆汤，晚点记得帮我热给爸喝。是。董事长来。来。小心，老板，水妹不用扶了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可是土秘书那里，他事情办完了就会回来，你不用担心。对，董事长，刚直言说要给你煮红豆汤，放在桌上，你不要忘记吃哦。上完。慢一点。妈，你放手了，我请你。你行吗？好啊，我放了。子怡，我看。你看，手都摔成这样子，痛不痛？不痛。好了，不要再骑了，好不好？爸，我还要骑。不要了，你再骑，爸要生气了。爸，爸真的生气了。子怡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豆汤，你最爱吃的。我先说好，不可以生气才可以吃。才不是呢，是吃完了后不能生气。来。还记得你说你爱我的时候，再来一口。星空下有温柔的微风。就不可以生气了。我有说要原谅你吗？我们小时候说好，喝了红豆汤就不能生气。生气跟原谅是两种不同的概念。你赖皮，好，那不要喝，我收起来。好，不生气，原谅。那红豆汤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不好吃。不好吃？怎么可能？我熬了4个多小时。没放糖，你不知道吗？没加糖？怎么可能啊？我喝看看。好难喝哦！这么难喝，怎么喝得下去啊？
这是我的女儿亲手煮的，就算是难以下咽，这也是她的心意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你说我这个做爸爸的要不要忍受？星空下有温柔的微风。爸爸知道，这都是你的工作。其实我并不在乎你说些什么，纵使你在怀疑，那也因为是你的执意。但是，我们父女俩之间的感情是不容许任何人怀疑，不是？如果这是生命的尽头。好了，把红豆汤加热，顺便加点糖。好。这是生命的尽头，我会微笑着接受。雪莉，你先不要说话，马上带着监视人员到天赐饭店305号房。我住来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，人不是我杀的，应该是有人要陷害我。李警官，你冷静一点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麻烦你先回到现场，我们来协助你。不行不行，我现在不能回去，我找不到对我有利的证据。雪莉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先这样。李警官，喂喂。雪莉，天赐饭店发生命案，请派监视人员前往监视。好，谢谢。
何找到李警官，用 GPS 定位系统，动作要快。好。杜姐，雪莉，有联络到效果他手机关机，我已经请钟毅去锁定他手机的定位。今晚在电话里还有说什么？他说人不是他杀的，我叫他在现场等我们，我们会来协助他。唐警官，有什么发现吗？从死者的指缝中发现一些纤维，我要回去化验后才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窗户那边也去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指纹。是。目前还在搜证当中，不过我发现有其他人的血印，而且看起来有试图想要清洗却没有清洗干净的痕迹。那凶器呢？应该被李警官拿走了，我想上面现在应该都是他的指纹了。可是李警官他为什么要跑走？这样跑走的话，不是更有嫌疑吗？像我们跑走，应该是这里的证据对他不利，他应该是去找证据了。雪莉，联络一下死者的家属，还有联络龙兴国，像我昨天是跟他们一起吃饭的。好。要想办法赶快找到孝文，能理清所有案情。要是酒有问题，那么大家都会有事。难道我的酒里有安眠药？有可能。那为什么不杀了我，要杀屠苏兰呢？拿算嫁祸给我，有什么用意吗？除非，如果是有人想要我的命。现在让屠苏兰死，然后嫁祸我是杀人凶手。莫非是执政的人对我寻求报复？别过来！干啥？干啥？放下我！好，不然我就死在这儿。小子，先杀了你这个太太，再自尽。眼前也只有这个可能性比较大。难道屠苏兰他们跟自证有关系吗？不行，拿着手机让警方会找到我的位置。证明我的清白，也要证明我爸绝对没有非法。如果龙叔有犯罪呢？怎么可能？我父亲是再诚实不过的商人了，他从小就跟我说，做人一定要堂堂正正，他怎么可能犯罪？我爸也曾教我，行得正，坐得稳。算了，我能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就像我当初一样。王杰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调回来吗？现在检警在调查你爸，李警官的身份曝光，大家都认为你是药杯啊。你现在这样子做，我们怎么相信你啊？不一样，静玲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一个警察，是不能够姑息犯罪之长的。就算自己的亲生父亲也不会例外。不过我知道我父亲
绝对是清白的。我曾经也以为自己能做到大义灭亲，但真的发生的时候，我做不到。我可以。杜姐，宝贝，姐，我们有事情想要找龙兴国先生。我爸还在休息，有事吗？我们有事情想要请教他一下，麻烦你。好，你们稍等一下。杜姐，好久不见。子欣小姐，那个这么巧。我刚回国，来我龙叔叔这里住。你就是夏文的新女友，恭喜你们！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问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我是地检署检察官杜亮晴。你是赵顺安，赵先生，人家称你安哥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外面有人乱喊的。检察官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董事长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休息的时间，那人命关天，真的麻烦你一下。人命关天，坐下来说吧。谢谢。董事长是这样子，今天早上我们在饭店有发现一具女尸，那她是兴国建设的秘书涂素兰。素兰？素兰死了？她怎么死的？她是被人杀害的，我们检警已经在侦查。凶手查出来没？他为什么要杀素兰？我们也还在找原因。董事长，你知道涂秘书他昨天晚上人在哪里吗？我们公司有一名新进的律师，要到公司上班。昨天晚上我特别邀请他到招待所吃饭，我喝多了，我就先回了。我要特别交代素兰好好招呼这个肖律师，其余的我就不知道。最后陪着他就是这个肖律师。有谁可以作证？我可以作证，昨天董事长喝多，是我送董事长回家的，小姐也有看到。昨天我爸喝得很醉，回来的时候全身都是酒味。龙小姐，我是在问你父亲话。董事长，你可以给我肖律师他的资料吗？当然可以。舒安，这个是肖律师给我的名片。如果你已经知道肖文是警察，到现在在装傻的话，那你也太恐怖了吧。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愿说出李孝文的身份，那么这一场，你们会输得灰头土脸。对，联络这位肖律师。好。检察官，你们一定要把杀素兰的凶手抓到，他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是我的左右手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董事长，你和涂秘书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当年从他一进公司开始，我就觉得这个年轻女孩子很能干。我慢慢把一些重要的事情都交给她去办。他在工作闲暇之余也还能够照顾，所以我就把他留在我的身边。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是怎么称呼他的？不就是涂秘书吗？还有什么称呼呢？外面的人称呼他二嫂。
就是董事长身边女人的意思。二嫂，这我倒没有听过。不管她是什么称呼，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。董事长，那你认为涂秘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而遇害的？很抱歉，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我没有办法去猜去想。董事长，请你节哀。那如果我们有需要询问你的地方的话，再麻烦董事长。昨天晚上招待所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？当然可以。这文乔装律师不是已经结束了？乔装工作直到今天，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情。伤人呢？中药体还在找。动作要快。我知道。对准，我们查出来叶莲跟龙兴国的手下赵淑安有关系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在查赵淑安的资料。还有，唐警官已经查出来涂素兰她每个月都有按时寄钱回家，那我请小文去查涂素兰的账户，还有她的通联记录，看她平常都跟谁交往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有蹊跷，小文不会杀人的，可是到底是谁要杀涂素兰？她到底是跟谁结怨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锁定涂素兰的手下阿春，应该很快可以把阿珍找到。你也去查一查素兰怎么死的。董事长，涂秘书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跟了我这么久，情同夫妻，有什么深仇大恨我要杀他？如果要杀，也应该杀的是他的情夫，不是吗？少文一定知道涂秘书怎么死。他们明明知道李孝文是警察，偏偏不说破，还煞有其事地问了一大堆问题。看来他们是在帮李孝文脱罪。应该要给他们一点压力。帮我拨电话给周立伟。是。周立伟，说要见你。立伟，来，立伟坐。立伟专程来，有什么指教？指教不敢了，我是来了解一下涂素兰涂秘书的案情。你跟涂素兰有什么关系？啊，是好朋友的秘书。龙老板为了他的秘书死掉了，非常伤心，请我帮他找一些有利人士查一查，看看到底是谁杀害了他的秘书。你跟龙老板很熟吗？还不错了，老朋友了。哎，你们现在这个进展的怎么样啊？侦查中啊，你也知道啊。不方便公开是吧？可是我听龙老板说，昨天晚上他是跟肖律师一起离开的，结果就发生事情了。这个肖律师嫌疑很大。再找人。哎，对了，杜姐了，我听说这个肖律师是在你女朋友的事务所上班呢。我们已经在试着跟他联络，不过目前还没有联络上。啊，好吧，那我们保持联络啊。帮我老朋友跑这一趟，就当做是替选民服务啊。我回立法院开会。啊，这。想不到这个龙兴国跟周立伟关系这么好，一出事周立伟就马上出现，压力已经来了。接下来不知道还有谁会来关心。主任，你们都没有看到新闻吗？怎么了？新闻记者已经全部到饭店去采访了，记者说目前警方已经三缄其口，不愿意发表死者是谁。主任，我尽快处理。根据饭店监视器的画面显示，并没有录到涂素兰跟男子进入的影像。
是被人家动了手脚？目前还不能确定。不过我知道昨天饭店的电压不太稳，偶尔会跳电一两秒。每次跳电之后，电脑就没办法储存，再开机又要花一点时间。除非有录到孝文他喝醉酒、没有自主能力的画面，这样才能证明他没有杀人。图书馆的死亡时间出来了没有？大概是凌晨两点多。对，请问美芳，昨天晚上你没有喝醉酒，那你们有没有答应他们说要跟他们出去？没有，是他们一昧的灌我们酒。我酒量不好，都是晴雯帮我挡酒的。喂，李书瑶，昨天晚上只有你们见过图书馆的手下，请他们过来说明一下。杜姐，你说的是指他们昨天晚上想强行带走晴雯他们的事情吗？不是，是以他们是图书馆手下的关系人身份来说明图书馆一般的交友状况。他们的资料都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了，我知道要怎么找他们。那要行动吗？是。王队，杜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子燕，你先到政务室里面去等我一下。现在不是应该要开会分派任务吗？还是有什么事情我不方便听？杜检不同任务会分开不同的人，你先到那边等我。子燕，王队，我真的没有泄露任何情资给贾面，知道你们不需要这样对我。子燕，我们没有想要调查你，只希望你能够好好配合对象的行动。可是现在你们什么都不让我听，什么都不让我知道，好像我是外人一样。这里每一个人都把我当成贼一样的防着我。杜检去你家询问跟图书然出去的那个肖律师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我不认识。我们身为司法警察，我们都知道当司法在调查我们家人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懂得回避，不是吗？王队，我明白，可是我也希望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我的父亲是清白的。这是做子女的人之常情，所以我们也没有不准你去收集你父亲的证据。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会被长官怀疑，也是很合理的啊。我觉得泄密的不是子燕。郭子燕，我希望能够看到你的报告。我想要知道图书馆在兴国建设从事什么工作，还有他平常都跟什么人接触。是。如果令尊愿意告诉你一些资讯的话，那对我们办案会非常有帮助。当然，如果他不愿意的话，我们不会勉强。我会请我父亲协助帮忙。杜检，我希望这次案件能够赶快落幕，让我恢复正常勤务。我会尽快，你去忙吧。是。你那么肯定不是他？我没有在龙兴国的家里看到曾经理，不是吗？就龙兴国的政商关系真的很好啊。立委出面来帮他关说，然后曾茂发的女儿住到他家去，真是很有本事。我看这个图素兰应该是从曾经理那边知道孝文的事，所以孝文的身份早就曝光了。我真的不应该让孝文去冒这个险的。这是有着完美计划的杀人案件，杀了图书馆再嫁祸给孝文，一举两得。你的意思是只有龙兴国和赵春安知道图书馆和孝文去了饭店，可是这么巧饭店刚好停电，所以监视录音机没有拍到任何画面。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请问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看报告？先生，你要验血液里面除了酒精成分的东西，最快要明天早上哦。能不能快一点？在我们这边只检验一般血液的相关问题，如果需要验其他的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了。谢谢。Thank you.
把这个拿去化验一下。你的血，我怀疑我昨晚喝的酒有安眠药的成分，不然我不可能醉成这样子。连我怎么离开招待所的我都不知道。化验是没有问题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现在警方想尽办法在找你，以后我也不方便跟你见面了。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出来投案，把所有的事情讲清楚。 我需要再多一点时间来找到对我有利的证据。这些我们都可以帮你，可是要向外界知道你涉案这么深的话，没有人可以帮你掩饰身份。我知道被冤枉要面对司法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，可是现在真的只有这样子，你才可以保护你自己。否则哪一天连你都出了什么意外的话，这件事情真的就成了一个无头公案了。我只要再几天的时间就够了。 出现在这里，是谁杀了涂素兰，自己心里有数。你跟曾茂发私交这么好，是他唆使你来对付我的。你在说些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只知道素兰跟你出去以后，他就死了。你果然比曾茂发还要阴险。报警！是。 叫我扔掉，我觉得很可惜，就把它留下来。谁啊？我们是警察，我们找阿春，管开门，跟我进去，走。怎么会有塑胶味道？难道他们在里面拉 K？ 说吧，是谁指使你打人、杀人弃尸的？是不是涂素兰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哎。
林志文死之前拍到你们一群人在殴打他，证据在此，你还要狡辩什么？你快听好，诚实是你唯一的路，这个证据绝对不可能让你们跑掉。小文，证物呈堂，申请羁押。是。舒兰账户里面怎么多钱啊？是啊，王队，当警察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。风险记录呢？在最下面。监视录影会拍到他们的样子很清楚，老天有眼，没让他们把证据销毁。不姐，图书馆的通讯记录已经出来了，李警官的电话号码在上面。还有其他人吗？比较敏感的就是金建所署长。金建所署长？那其他人呢？有些是房屋鉴定工会的人员。金建所署长，鉴定工会的人员，他们来护航的话。出来他的闪亮翡翠，这个要被鉴定没有问题，很容易的。准备一下，我要鉴定。是。雪莉，找到校门越快越好，记住，绝对不让他出事。我知道。主任，刚才地检署的新闻稿说，李秀兰警官涉嫌杀害了兴国建设的秘书涂树婉，是怎么一回事？首先，我必须要强调。我们地检署并没有说李孝文警官涉及杀人，他只是这件命案的关系人。根据检警的调查，李孝文警官是以私人的身份去了解兴国建设闪亮翡翠的建案。至于死者的死是否与他有关，这还需要他到案说明。如果他没有杀人，他为什么要躲起来？他是不是躲起来，这我并不清楚。所以我们警方对他发布线索，将他列为命案的关系。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他。我们非常的担心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。主任，大家都知道李孝文警官一直以来都是协助闪电组侦办所有案件，这次闪电组是不是会私下帮助李警官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我们闪电组绝对不会徇私的，一定会公事公办。否则，我也不需要在这边和你们解释我们办案的进度。另外，我也希望李警官如果看到新闻报道，能够尽快跟我们闪电组或者市刑大联系，这样对于案情才会有所帮助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现在这样协寻李警官，根本就是把他当嫌疑犯。监视组已经在分析证物了，为什么杜检不等一下？好了啦，杜检会这样做，表示有他的想法。你们宣布下去，所有的同仁帮忙协寻李警官，有任何的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李警官没杀人，他就出面讲就好了。啊，杜姐到底是咧想啥？啥拢无咧？你问我，我不会啊，我哪知道他在想什么？要怪啊，就怪台湾的警察制度里面没有卧底这一项。当初李警官要渗透到兴国建设，他心里就应该有准备了。出了事情，当然自己扛。啊，人民出事情，我们就要出来处理。啊，我们出事情，谁来帮我们啊？谁来帮你？想得美啊！自己帮自己啊！走啦，去哪？打听月亮帮下落。一克，我看到李警官了。李警官，你是看我故意？真的啦，还有劲的呀！
队长，我刚刚看到李警官，好像跑这边来。李警官？对啊。这不是就只我一个人啊，我没有看到他。嗯。你可能看唔到你啊，行啦，咱去找越南帮啦。谢谢你的帮忙，如果被他们两个发现的话，我就出不去了。你觉得我会让你离开吗？你是一个理智的人，也懂得怎么去分析，不然我就不会打电话跟你说图苏兰斯。现在检警都在协寻你，你怎么敢回来？还是你有什么有力的证据能证明说人不是你杀的？没有，我只是回来拿家里的钥匙。啊，还有，这是凶器，上面全都是我的指纹。你觉得是谁要嫁祸给你的？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原来被冤枉的感觉是这样子的。都出事了，你还笑出来？因为我相信你跟杜简都不会认定人是我杀的。可是你是关系人。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会去查清楚是谁要嫁祸给我的。按道理说，应该要被杀死的人是我，但是现在屠苏兰死了，那就代表凶手想要慢慢的玩死我，那我就不能被检警发现了。你要这样躲躲藏藏到什么时候？你要知道，时间拖得越久，对你越不利。你没有查到什么证据吗？我不能告诉你，现在正在侦查当中，而且你又是嫌疑犯。雪莉，给我多一点的情资，让我去分析一下，是谁最有可能陷害我。我们在图书馆包包里面发现 MP3， 里面是你跟龙兴国的对话，说你要去对方的公司上班，而且你会劝告玉如放弃抗告。那就应该是龙兴国了。我跟他对话的时候，现场只有我们三个人，能录音的也只有他们。这个录音内容会出现在图书馆身上，那么很有可能龙兴国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。他还假装热情地邀约我去他们公司。但为什么连自己的情妇都要杀呢？这一点我就要去查清楚了。屠苏兰的通联记录呢？他跟金建署的署长有密切的联系。请杜简去调查这个署长。杜简已经调查了。只是孝文，我觉得这次我不能再顺你的意来帮你了。万一事情越用越糟，你的工作会丢掉。国基之前就是这样子，他连自己性命都没有了。我跟国基不一样，我要好好保护我自己的。你怎么保护你自己啊？事情都已经这样子了，我拜托你不要这么固执好不好？剩下事情让我跟杜姐来帮你。你再听我一次了。为什么每次都要我听你们的，而不是你们来听我的？你知道跟你一起共事压力有多大吗？我每次看到你就像看到国际一样，而且你们的脾气也一样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。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我的直觉，我这样才能够帮助你们，你们才不会出事。雪莉，再相信我最后一次好吗？因为如果我到案说明的话，你们只会更难做人。社会舆论的压力种种，会让别人觉得你们都在偏袒我，那么就会造成司法不公啊。可是检警都在找你了。我想这是杜简的缓兵之计吧，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对社会无法交代，而且我伪装的身份如果被记者先行对外曝光的话，整件事情追究下来连局长都可能都有事。可是你先听我说，我随时跟你保持联络，如果你有事情要找我的话，你把纸条放在大卖场的置物柜里面，钥匙就放在我车子的挡风玻璃上面，就这样，我得走了。李警官，请你自己一定要小心。谢谢。孝文说的没有错，我们必须放一些消息出去，不要让外界有疑虑。毕竟让他接近图书馆，这是经过我们同意的。不过我们检方是不能授权杀人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知道。你不会放着孝文出事不管？这当然了。
先有这个凶器，就要赶快查出这刀是在哪里买的，然后是谁去买的。这是孝文为什么从现在要把这个凶器带走的原因。对，孝文还说了什么？他说龙兴国的嫌疑最大。兴国，如果他要杀了自己枕边人的话，那理由要非常的充分啊。如果他只是为了栽赃给孝文，就把图书兰给杀了的话，那这个人真的是很恐怖了。我会尽快厘清。动作要快，我们现在跟时间赛跑。谁知道？听说是公司内部的干部给他打的毒针。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留在那里？不行，我们要离开这里。大家都想离开，可是怎么走出这个门呢？6.8。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你需要帮忙吗？有，就是你动作快一点。真的不用吗？你少在那跟我哈啦，找钱啊！哦。拿了1000块给我，上面写着“救我，救我”，我怕他被绑票，向我求救。谢谢你啊，小兄弟。这个人呢、啊，你放心好，他不会被绑票的。啊，对。这里有1000块，跟你交换，这张当证据。好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先忙。一哥，你怎么确定那个人不会被绑票？这个人呢、啊，我认识。啊，对，美发，麻烦你帮我一个忙，打电话给耀廷，叫他到梁东明家外面等我们。好，走。这个梁东明哦，不是跑夜店，就是跑公园。你怎么知道？每次都在公园找到他、啊。哼，这家伙、啊、不知道在公园干嘛。对，秋文，嗯，你不是认识梁少爷？认识啊，就一副讨人厌的样子啊。你也不是第一个这样讲他的人、啊。好了，你跟美芳哦往那边走，我跟耀廷往这边走。嗯，好，注意安全。走。凉亭里面好像有一个人，是不是他啊？过去看看。梁少爷。到紫嫣真的在调查，董事长，让我来扛吧。紫嫣，杜总现在在争取你进来干什么？哦，对，不会让我进去。够了，出去。我能体会那种被误解的感受。我当然有切身之痛。我不管别人怎么查，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，千万别徇私，做一个公公正正的警察。去我家，漫漫长夜，我们可以好好细数对彼此的思念啊！把手放开，我一辈子都不会放开。我要是放开，你就会跑掉。我也怕你跑了。这闪电组最难搞了，小小的检察官，哪把关都乱了。他们那个领头是不是叫石头？是啊，我们应该去会会他们的。要帮选民关心案情。最好搞清楚，你帮的是什么人？龙董事长不是坏人，坏人我也写在脸上的。我希望你秉持着警察大无畏的精神，来协助调查这个案子。我相信我父亲的清白，我愿意帮忙。你们明明知道杀人的是李孝本，你们检警却迟迟没有动作。如果爸爸真的犯法。我能做到把他绳之以法吗？大小姐，我不要叫我大小姐，叫我警官。夜店呢是我投资的，跟董事长无关。高专会帮你说话，你帮龙兴国说话。赵顺安，夜店的事情你要扛，你是扛不起的。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他的身体需要靠换肝。跟新发明的药物来维持他的生命。他，董事长，他是谁啊？这个你就不用管。说的连紫燕都会没命了。